大家好，我系国际师傅联盟总会嘅创会会长陈发晴，好高兴此会系世界唯一特有大师个人验证 ISO IEC 17024。咁而家世界各地咧都出现好多混乱嘅现象，就好多自称为大师或者系师傅，所以我好希望咧，所有在各地嘅世界各地嘅大师们都过嚟验证。